下次怎么样？啊？因为这里会咬我们。为什么要咬你？因为你是玩我们。没有，婆婆在跟你玩，对不对？她想让你，婆婆喜欢你，想跟你开心。可是婆婆，你看，婆婆生有点生病，她婆婆最近生病了，她体力要跟奶奶要生病了。体力不好，婆婆年纪大了。奶奶生病了，你变症了。奶奶不是就之前流鼻血那一次吗？你长大，你要知道，你看你变重了，你很厉害，所以婆婆抱不动了。婆婆以为你还跟你以前，婆婆你还是小 baby。看到你喜欢你，想跟你玩嘛。哦，婆婆以为你跟永，没想到你变重了。婆婆以为你跟那个五天，你吃了什么东西，怎么吃变那么重？婆婆以为你跟陈欢要很亲，就不小心忘记你长大了，你变重了，所以婆婆就腿重举抱不动了，吼。可是什么？太几天啊，太久没看到你，看到你太喜欢。你会玩我吗？你不是会玩，不会，他不会。我们就只能不会。他不是玩，他是太想跟你玩。他想逗你玩吗？他想让你很开心啊。可是什么？明天会跟我玩。跟你玩别的好不好？不玩那个抱来抱去会点。爸爸明天会跟我玩吗？不会啦。你想玩再跟你玩。好好。就不跟你玩了。好惨。怎样？那下次不要玩这个游戏，好不好？我问你，下次会吗？不会了，婆婆不敢了，婆婆不小心了。婆婆是故意。没有，婆婆不是故意的。婆婆想，婆婆一开始不是跟你，你一开始你有没有很开心？你一开始有没有很开心？她一开始觉得你很开心，就跟你玩，只是她手，婆婆有点生病，力气不够了，吼，对呀。一个纹身就好了哈。是婆婆会祷告哈。婆婆喜欢你啊哈，你要帮婆婆祷告，婆婆生病了，祷告婆婆病，赶快哈。祷告哈。